大家好，我们是老少爷马林，这一次辛丑年大甲妈祖绕境进香，继续一起来回顾吧。在绕境时最令人着迷的大概就是乡间小路时平静的心灵与大自然的美景了吧，真的只有走过才会懂我们所说的。除了感动，更多的就是感谢。而且这间炒面真的超好吃的啦！来到本次第42间庙宇西周圣天宫，其实当天朱一伦先生有在现场，但人实在太多，根本没有注意到，只觉得好像有人在合拍，我是不是反应真的太慢了？抵达西罗大桥啦！去年因为第一次走，真的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而且当天超热，印象中就是大爆汗啊！所以呢，今年因为有了经验，还可以惬意的在桥头慢慢的拍几张照片再出发。真的建议有要跟着绕境的人，不要把自己时间逼太紧，除非你的体力非常好哦。什么台语叫做红吹吗？其实讲真的，跟大家一起走，真的不会感觉到太累，而且会在不知不觉中就把整个西罗大桥走完了。有机会真的一定要来走过，从此之后这一段变成必走行程。本次第43间庙宇主祀慈王爷的西罗起心宫，其实跟着绕境队伍真的有好有坏，好处就是因为热闹比较不会累的感觉，坏处就是一直会遇到鞭炮，我左闪右闪闪闪闪。我
报道。终于追上波波亚了，我记得去年也是在西罗才追上，等等拜完可以好好的来看热闹了。来到本次第44间庙宇西罗迦南爷庙，听说是全台金五座的其中一座庙宇，而且庙内的平安符画的超级美，印象非常深刻啊。45间庙宇，主祀瑶池金母的西罗慈惠塔，又称王母娘娘、西王母、金母娘娘，也是中国神话中的人物之一。有兴趣的可以上网去查查资料哦。来到本次第46间庙宇西罗广福宫老大妈庙，历史非常悠久，庙称为云林县古迹，姨妈祖还会到国道休息站出巡，有国道妈之称哦。来到本次第47间庙宇，主祀中坛元帅的西罗振兴宫。来到本次第48间庙宇，主祀三山国王的广兴宫。来到本次第49间庙宇，主祀观世音菩萨的太原寺，去年就是在此惬意的拍完影片，而今年还来不及把所有庙宇都参拜完，只好参拜完后继续前往下一间庙宇咯。来到本次第50间庙宇，主祀福德正神的永兴宫。此间庙宇的符令非常的特别，将福德正神与天上圣母坐在同一张上，象征双重的保佑。终于来到第51间庙宇，也是今晚大甲妈住驾的西罗福兴宫，人潮真的是慢慢，沙丽女士向前走。来到本次第52间庙宇，主祀无极王母娘娘的西罗威天宫。第一次来到这间庙宇，本以为在别条路，整天绕完才发现，原来是在今天白天就有经过的巷子里呢。趁大甲妈还没有到，快点回头参拜一下。
我只能说这些驾驶们一定没有一个是拿机去换驾照的，你的技术真的是不利亚赫流。紧接着就一起来看五大彩以及妈祖逛夜市吧，是不是画面很特别呀？来到本次第53间庙宇西罗天圣宫，主祀天上圣母，而大家对主祀神明的尊称为礼妈。来到本次第54间庙宇，也是本日最后一间庙宇，主祀李府千岁的西罗广圣宫。其实到这里时已经精疲力尽，但庙方人员的热情真的会再次打起精神，谢谢一路上帮忙的所有人员。影片到这里也到了尾声，下一集就是本次的重头戏新港的两天一夜咯，敬请期待。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按赞、分享，期待下一集的再相见咯，拜拜。